你别过，他非要过。别说了，你一说我就觉得疼疼疼疼的。不能，我不让你过，你非得过，你说你怪谁？啊？你说你怪谁吧？我看你那么大一坨都过去了，我就想过去试一试。我怎么大一坨呀？我一辫子了，你看你比我高那么多。我高，我又不胖。那俩树中间，哎呀妈，谁胖？妈，这大毛毛虫，大毛毛虫。哦，不用怕。人那中间就这么大空，我说你别过，我说你别卡着，他不信。非得过，咔叽卡那了，出不来了。赶紧看看，这就妈白蚂蚁窝。哪个？哪个是白蚂蚁窝呀？这就是。你阿兰，你纯属撒谎。那不是耗子洞就蛇洞，那蚂蚁窝洞能那么大？那多大个蚂蚁打那么大个洞啊？多大个蚂蚁啊？蚂蚁，我还没跟你讲完了，白蚂蚁早都走了。走了？对啊。啊。要不然我瞅一下，能那么大吗？老姐妹，你们说这像不像耗子洞？耗子洞或者是蛇洞？我觉得阿兰，我看你，哎，你有没有敲给他撅开我看看？敲啊，有啊，你撅开看看呗。撅开看看啊。那你等一下，我数。哎，别，万一钻出一条蛇来可麻烦了，啊，别把人家踩了，走走走。没事，别，哎，别，走，真怼，别怼，你这谁家咱也不能乱踩。我家我随便踩。那你家在那儿呢？你家你把你家房扒了，你扒人家房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家这一带都是我的。你的那你把你家房扒了，人家那个你别管是蛇窝、耗子窝还是那蚂蚁洞，你拆人家干什么？快走，这虫子别掉你身上。你说躺这地上，你瞅瞅，滴了当啷的这虫子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那么爱鬼神事啊？你怎么那么爱鬼？主播和阿兰关系暧昧呀，啊，你暧昧你听着啊，女王陛下。玉帝哥哥，去边去！你跟我俩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好好的，什么玉帝哥哥？管我叫寨主，这是我的房子。今天我再给你做个包上。行，你给我做个，你给我烤个鸡真行。他家那鸡是真好吃，直播间所有老铁们，这那鸡那么，这个不信卡就是什么不信卡这么紧出不来。来，他不信，你昨天卡哪个树上？你领我去走。连理树呢？走，他们说不信。你带路，你嫌事情不大呀？走，不用卡，今天你领我们看看去。老铁们，我让阿兰领着咱们，你不信他卡那出不来是不是？那昨天我拿棒子给他撬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一说我就疼啊！一说就疼啊！肉疼是不是？对。啊？嗯。哎呀！谢谢！走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确实。你都赶上我玉爷爷了。玉爷不是玉帝哥哥了。这一会儿我感觉。咋的这么说话呢，玉爷爷？走个山路，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小坡，就让我的牵在上了，是吗？哎，看来你俩已经连上了，我俩连上啥呀？这是我妹妹，别瞎闹啊！直播间所有老铁们，别这个不能开玩笑啊，不能开玩笑。我跟他没连上，前面有连理树。连理树，走。我那天他这个树上有，你说满棵树上结一个果，我说阿兰，我把这果摘了吃了行不行？他说你这老牛想吃嫩草，你看看，他说还青着呢，你就要吃，你看看，就这一个。是没那啥呢，还没长熟呢。走，我看看那连理树，昨天阿兰卡那啊，咱们看看。我跟你说，卡那块出不来了。后来我拿那个大棒子，干嘛呢？啥呀？鸟窝掉下来了。它怎么掉下来了？哪掉鸟窝啊？应该把它送上去。啊？那里面有没有蛋啥的？看看来。有。咱哪掉鸟窝来？给我看看来。真没有。老铁，你看掉个鸟窝，没有蛋呐？没有，底下都已经。那是。刮风刮下来的，应该是风大摇下来的。你看一个鸟窝，这几天总下雨嘛。原来在哪儿来的？在这棵果树上。那放那吧，就放这得了。放这吧，小鸟，那没招了，鸟窝掉下来了。走。我带你去看连理树。啊，这出一下就出了一下，就可够呛啊，老铁们，太高了。连理树，这就是，昨天就卡这儿了，老铁们，昨天就卡这儿了。哎，你怎么卡的了，阿兰？不是，你不用过，你比划一下子。你怎么过的卡的？我轻松过去了，我180斤，我轻松过去了。你是怎么卡的了？你啊，他是怎么卡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哎，对，就那么的，我正好卡中间了。哎呀，那个大后球一边卡一个就过不来了。你看我那棒子嘛，都踩折了，我给两边垫的那石头那边来了。后来完，我找个大棒子，找这个大棒子，这个大粗棒，我翘着脚。他直接站高出来的，把我翘起来了。不是阿兰呐，我不是给你翘起来，要没有我的话，你就卡那儿了。我跟你说呀，没有我呢，没有你的话，我在这里不知道卡了一天两天。是吗？卡一两天？哎，你今天吃饭没有？吃了。啊？吃了吗？我寻思没吃饭不也能过来？没吃饭。嗯。你可别让我试了，我要再卡这里，我跟你说，
我这两个屁股都成你了。感谢我哥送的小心，感谢哥，太肥了，不能说用肥啊，咱们是肥人不腻，咱得这么说，对不对？肥的撸的多好啊！什么肥的撸的？他们说做五花肉，愿意吃五花肉。五花肉，啊、肥的撸的好吃，是那样。那得现杀一头猪。现杀一下，还得现杀一头猪。对，就这小，我就轻松过去。哎，阿兰，别在卡那儿，别，非要试，别试，卡那儿。胡说我肥的。没，阿兰。回来，快回来！不行，我不能拍你了。昨天卡那嘎，我违规了。说别，快回来！我了，我又卡死了。再卡一下子，别卡了，阿兰，快回来！我回去什么呀？我回去啊！我已经出不去了。不是你，你是不是逗我呢？你啊？你怎么这？昨天就这么卡着的。你别，我再拿这棒子给你撬出来吧！你可别闹了。一天你冷你，人家没人说你肥。我轻松就怎么感觉在说我呢？说你啥了？说你。我就想试一试，看看我从这连理树这边过不过得去。卡没卡住啊？今天我能不能出来？能不能出来？能出什么呀？卡得死死的。来，把腿绞，来，还像昨天那样似的啊！来，一二，踩住了，哎，踩住，赶紧出来！来，昨天都给我整违规了，这么的，就卡，昨天就那么卡住的，这没有我，你坐的又卡那了。不行啊。昨天就那么卡那人了，老铁。再卡了，我给你变成四个了。变成四个，走啊，回去。房子里头吗？在那边太陡了，我不敢下。还不敢下？你说。那走吧，走。胆子怎么那么小？走，我不怕。走。走。走下洞。哎，好嘞，这洞都是干啥的呢？这是。原来住的都是野兔子，自从我们盖好房子来以后，兔子都没有了。兔子洞？对呀、啊，但是这个洞一直在。你把他带你家去了，他家什么呀？这我家干啥呀？这人家，这是他家，这是他家，下边那是我买的房子，我在这买的房子。你先走，我先走吧，不行，都是洞呢，这怎么你这？说这样的洞好多了啊，好多的了。那这么多野兔子？我跟你说，那时候那个野兔子满山都是啊。那我咋没看着呢？你没看到现在这都草都没有了吗？啊，草都没，确实没了。兔子吃什么呀？啊，都没吃的了，他就走了。对嘛，他得找个有粮食的地方。哦，是这个道理哈。那我懂了。走，咱哪下呀？哦，你先下吧。别的，你先下。我下，我怕你。不是你，你给我打个样，别出来下去啊。来吧。干嘛呀？我拉你一把是不是？玉帝哥哥来。来。哎呀，玉帝哥哥。哎，行，好，走吧。你先下。不。不是你，滑不滑呀？我能不能下去啊？你从那里走。啊？我带你从那里走，你走不了。是不是啊？你真走不了。来，我拉你来。哎呀，咱讲究，不像你，这拉一把完还那什么？咱讲究。屁股大长三，啥玩意老说人家皮肤白？你老说人家后丘大，你别老说人那话。那玩意人都有优点，都有缺点。你往优点上看，往长处看，别往短处看。是不是老铁？哪都一样，那能一样吗？怎么能不一样？哎呀，哎呀妈呀，那你一样，那可不一样。那就像你那猪肝似的，你那能一样吗？对不对？行，来这里走。走。我一走到这里，我就心打。一走到这里就想到这卡一下子，是不是？别卡了，别老卡了，老卡也不行，是不是？比我大儿子，比我大生小子啊！你说他那啥呀？你说后丘大生儿子啊，那玩意都是有那个说法，但是具体咱也不知道啊。走，我带你去原始森林吧。没信号上原始森林，上没信号去干啥呀？这会原始森林里的菌子直径一点点都出来了。那里啊，到那儿就没信号了。小那没信号，别去拉了，要不然我回去关播完了，我把那个大靴子我穿上，我怕蛇。我把我那大靴子倒。有没有你不怕的？你跟我是讲呀。我就不怕你，我谁都怕。就是原始森林有蛇，我举重行啊。这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人那小腿啥的，你还真别说，举重的话真够用，啊，举重的话真够用。大哥，你说这个对，啊，真事儿，劲儿大，对，有劲儿。干嘛呀，小兰啊？这个马上就熟了，给你吃。啥呀？你看。啊，那有果呀。那不找呢吗？找呢，这个比那个要成熟。早呢，你就今天晚上你要把你家那小鸡儿啊给我安排一个，对不对？人
因为我们那边有过这样一句话，阿兰，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，说姑爷进了门呐，那个小鸡断了魂，你听没听说过？姑爷进了门，小鸡断了魂。对呀、啊。你这拿你自己不当外人呢？不是，不当外人。我那意思啊，就是说，万一那啥呢？是不是？我就先替你姑爷啊，尝尝你家的小鸡儿。你看这眼神，这眼神，还能替被卡那丫头啊？你看大哥，你昨天看着了是不是？刚才又他我说昨天卡那树上了，他们不信。完了，我俩去到那个还原一下现场，结果他们知道了怎么卡的了。昨天我拿大棒子给他救出来的，这不被卡那丫头吗？你看我大哥知道是不是？大后球，大后球，你们把大后球打在公屏上，大后球，啊！我叫阿兰，我有名有姓。没说你，人家我直播间哥哥们说他家养那个猪，人家说那猪400多斤，说猪那后球肉现在是卖10多块钱一斤，大后球后球肉，没说你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咋去？在我家吃猪肉，你还用花钱？不是，你说那个真事儿的。你看你老接话，我跟你说，阿兰啊，你多亏没当我媳妇儿。你要当我媳妇儿的话，我一天打你8遍啊。打我几遍？打8遍。怎么，你长三头六臂了，总想伸手打我呀？不是，跟三头六臂没关系。你信不信我把你那个多余的那几个指给你砍掉？我哪儿多余了？我哪块长得多余呀、啊？就打你那个，砍你那个，要打我那只手。没看到怎么出来的、啊、哥，我后来拿大棒子给他撬出来的，拿那个这么粗大棒子撬他脚，他踩那大棒子，我撬完了给他撬高了，那树中间树上不就宽了吗？给他那啥了，走，别踩了，哎呀，我给你踩实一点，给我，哎呀妈，你说这姑娘多好，这家这姑娘好不好，老铁们，啊，好不好？真事儿，这阿兰，我了，老好老喜欢，没点关注，哥哥们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呗，然后破个10000赞呗，直播间3000多人，破个10000赞，谢谢哥哥们啊，慢慢一下，哎，好嘞，我已经把水给你踩掉了，每人点几下子，谢谢哥哥们啊，哥姐们，你们给我点点赞，点点赞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嘿哈嘿哈，哎呀，蜜蜂都聚在一起，在哪呢？这里吗？在风筒上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们看看这地上有多原生态啊！你看看这木头轱辘就是风筒，我往近处，我不能太近，我怕它那蜜蜂蛰我。你看那一堆哈、啊，你看，都是蜜蜂。我跟你说，今天那蜜啊，直接好甜了，是不是？感谢点赞啊，谢谢点赞。今天我跟你说，这蜜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你看这都没有花，上哪采蜜去？上那原始森林里边去采蜜去，是不是阿兰呢？对。我买这2栋房子，这俩是我的。嗯、阿兰家我就喜欢吃他家这小鸡儿。这就是大长腿那种鸡是斗鸡，短腿的不是啊，长腿的是斗鸡，是老挝品种。这阿兰就是，你看那眼神，老铁们，我一说他叫小鸡呀、啊，他老不愿意了，啊，啊，你有点太嘚瑟了，欠揍那伙们啊，哥你别的，你打人犯法不行啊，你可别那样冲动，因为那个冲动是魔鬼啊，哥听话，啊，他没有老公啊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啊，有的话人能跟我天天直播玩吗？老铁们。是不是？阿兰，啊、给我挑一只啊！今晚吃哪个？来，过来，挑一只。我送你那歌白送的。啊？我送你那歌白送的。送我啥歌了？送我啥歌了？忘了。他送我那首歌，说我没有钱不要脸，那意思吃他家鸡不给他钱。你说你这么老多鸡，你说那老鹰叼都叼去了，你看那为啥那树上放个衣服吓唬老鹰的？老鹰都能吃鸡，我就不能吃一只你家的鸡？啊？吃怎么吃啊？没钱天天吃鸡？没钱，有钱我就天天吃别的了，我就不吃鸡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什么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在这一天横叨的，你先给钱不就不烦你了？我没有啊，老铁呀。我哪有啊，我这人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还不知道我这人，我那给啥哪有钱呢？点点关注呗，哥哥们，点点关注呗，上楼啊，阿兰呢？上楼。走，累了，累，上你家喝口水去，喝口水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喝口水要不要钱呢？管水饱。啊？管水饱。水饱行啊？你吃鸡不行，就喝水行，水随便喝，到他家你不喝他光光给你灌，杠杠灌，哎。谁吃你3只鸡呀、啊？就2天你就吃我3只鸡。我2天吃你，我啥时候吃的？2天吃你3只鸡、啊？昨天前天你都吃了。啊？昨天和前天你都吃了。第一天是不是你张罗给我做的吧？那你刚上门吗？当然要给你
你做一点好吃的嘛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嘛。啊，就第一天是你主动的，第二天我说好吃给我做一只啊，第三天我还说好吃，完了不给我做了，那还总是啊，那你给我馋虫都勾出来了，那你说怎么着？馋虫还给你勾出来？嗯，你把馋虫打掉吧。馋虫打，那玩意能打掉吗？你说那玩意说的，馋虫打掉？怎么不能呢？你要不会的话，我帮你啊。你要不会，我帮你。你拿啥打呀？我那柴刀放那干。别老说那什么。你这整老菜刀干什么？哎，你看这蚊子哈，啊，是不少啊。蚊子啊？嗯，我跟你说，这地方就蚊子多，那蚊子能把人吃了？没有你说的那么吓人，好不好？还蚊子把人吃了？嗯，多大个蚊子能把你这个大活人吃掉？老铁，你看我出门也带一个这个，不带这个，我跟你说，那蚊子咬的，到时候妈妈都不认识了，咬你满脸包。妈妈都不认识，没有钱哪儿都行不通。哎呀，不能那么说、啊，阿兰跟我开玩笑呢。嗯、我这吃只鸡轻松，他不用管我要钱，但是咱不能老吃着。要什么要钱？他开玩笑啊！我在他家吃只鸡，我的妈呀！你不知道我给他带来的福利有多大，老铁们，我就不说了。人特别好，给我家还装上网了呢。玉帝哥，有没有 WiFi 使啊？有没有网络了？有啊，我现在你花钱了吗？没有啊。吃你家鸡怎么了？随便吃，你这那就得了呗，说别的啥用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大好人一个。那对，你好人倒谈不上吧，但是咱们不从来不做坏事，对不对？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帮老弟点点关注呗，你们点点赞呗，咱破个10000赞行不行？2000多人，一人怼3-4下就行了。感谢哥啊，感谢哥哥们。你是掉我家水缸里了吗？我怎么掉你家水缸里了？那你这一身怎么都是湿哒哒的？热的嘛，出汗了。我也热，没像你似的呀。我跟你怎么比？不行，你到我家那个水缸里呢，打个滚出来嘛。不是，感谢哥送的，哎，小心，感谢哥送的那个什么小礼物，谢谢哥啊。嗯。感谢点赞，感谢点赞。哎呦，真饿了，5点多了。几点了？5点了呗。五点了，我去给你做饭去。别，再坐聊会儿，聊会儿。没事。不，一会儿不行，不虚啊，不是虚，热的，什么虚啊，热的。一会儿我拉你下山吃去，今天我请你吃，你请我吃，上站在里边吃去。那个，那谁家？上那个老阿姨家，她家那烤鸡，烤五花肉，还有那个罗非鱼，都行。我领今天我请你，这都会做，你还出去吃什么？哎呦，请你自己家做多麻烦。一会儿我请他吃饭行不行，老铁们？讲究不？他说我虚，大哥说我虚，咋的这？哎呀，大哥呀！我跟你说，就我玉帝哥哥这汗量哈，玉帝哥真像从我家里水缸里刚出来。玉帝哥哥，女王陛下。哎。玉帝哥哥。玉帝哥哥。哎。今天你想带我去哪里耍呀？我带你下山嘛，下山咱们那什么去？下山吃去。那你都请阿香他们出去喝酒去了，你不带我去？那不能带你，跟阿香去不带你，不带你。你看这有区别对待了。不是区别对待，你看你想那个事情，是不是老铁们？不能说让几个女孩子在一起，那你长成啥了？真把自己当山大王了。虽然我是一寨之主，我也不能把自己当山大王，对不对？咱那真是当山大王了，那我也咱只能找一个压寨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直播间有没有姐姐？姐姐扣个一，我看有没有。什么眼神？阿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钱脸还那么大，现在要姐姐了，就要姐姐了。不是，我说我直播间有没有姐姐？我问问，她叫阿兰，不叫阿香。你逗人家姑娘干啥？哎呀，不说不笑不热闹，哥，咱就说说笑笑的，给我点点赞，哥哥们，点点赞呗，小赞子破个10000呗，行不行？我直播间一个姐姐都没有啊，都是大哥呀。哎呀，那不梁山聚义了吗？我的哥哥们呐，一个孙二娘都没有。哎、玉帝哥哥啊，我看你这个压寨夫人实在是没戏。完了，压寨夫人的梦破碎了，哪有压寨夫人？压寨夫人没了没了没了。结果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没有。直播间一个姐姐没有，那可咋整？嗯，伤心了伤心了，我伤心了，伤心！我要关播了，老铁们，你们给我点点关注吧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吧。困了。没有啊，我寻思你就困了，一会儿领你下山吃饭呢。我得好好的洗漱洗漱，洗漱打扮一下啊。那是啊。哎呀，这下趟山这家伙，嗯，然后还得打扮打扮。打扮漂亮的。打扮漂亮的，行行行行，嗯，打扮漂亮点。
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吧，点点关注，我主播就要下播了，行吧？哥姐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我估计他不是这山上养殖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有想问的呢，大家可以问问我，我回答回答大家。要是没有想问的，我就关播了。祝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身体健康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每天开心快乐啊！人活着就是一个心情，天天开心快乐啊，开心快乐，行吗？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对，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嗯。啊，你想啊，招待人家姑娘，姑娘，我在他家都吃两天小鸡儿，吃两只小鸡儿了，我招待招待他吗？招待一下。三只了，好不好啊？三只。我请他吃个饭下山，咱不能老吃人家的，这我说实在的嘛，对不对？老吃人家的不合适。真要请啊？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请你吃个饭我还跟你开玩笑，阿兰，你真是了。别破费了，在家吃嘛。你倒挺会过日子，这家伙。在家吃嘛。嗯。家里边有。这么俊的姑娘，陪你也得有个说法。我请她吃饭，我还啥说法呢？关播了啊，拜拜，家人。